那么接下来本轮的竞赛，你们就要和身边的小师傅结队共同完成。我们要进行的是冰壶食材争夺赛。冰壶食材。接下来大家需要通过人体冰壶的游戏方式来争夺食材，完成以牛肉、豆腐为主菜的两道创意菜品的制作。特别提醒一下，你们的冰壶要尽量停留在合适的食材区以及原心的调料自由区，但是要当心外圈的黑暗料理食材哦。配菜就在身后的架子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榴莲，榴莲能做什么呀？榴莲炖白饭也太吓人了吧。鱼腥草，这东西真的鱼腥草谁敢吃？哎呦，这个可不行，这个不行。这些食材它们源自于各大高校食堂的，比方说辣椒炒月饼、辣椒炒爆炒橙子、青椒炒火龙果等。我们学校食堂就有苹果炒香蕉。新鲜的食材不需要任何的调味。哥，你这满脸都是调味剂呀！那都，清早起来，我们的小师傅就找到了最新鲜的食材。你们那道菜好不好吃我不知道，反正挺油腻。然后手心手背决顺序，第一个出来的人是最后出。黑白配。我先出去，我最后一个。白配，我倒数第二。石头剪刀布，哎呀，倒数第三。玩了个寂寞。第一轮主材是牛肉，小哥你稍微往后点，咱们从这儿起步就走了。哎，冰壶食材争夺赛第一轮比赛开始。别太劲儿，劲儿大了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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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坐，沙哥往里坐，解坐。不一定。有。我无能为力呀。白灼牛肉，来有请第二组。劲儿大了！我妈呀！停！来！西瓜炒牛肉。西瓜牛肉。你们做的是黑暗料理吧？西瓜能怎么吃牛肉？当个配料吧，装饰一下也可以。解腻。朝 baby 那个方向去。你朝 baby 的方向去，哪怕我们劲儿使大了，我们他也有个隔挡。哦，那就使劲儿吧，来，那就使劲儿吧，来。哇，劲儿太大了，出去了，自己出去了。不会，调料自由。哇！哦，芹菜。哦，芹菜不错哎，芹菜牛肉。哦，可以。恭喜乐队获得芹菜。那我们要什么牛肉比较好呢？你觉得是不是土豆牛肉比较好？我们要自由。哪有自由？中间是自由啊，啥都可以有。哦，调料自由哦，那么准呐、啊！有戏！有机会。五仁月饼。哎，行了，别动了，土豆可以了，土豆牛肉最好。哦，土豆牛肉好哎。我来个狠的，来个稍微有点劲儿啊。这回有了。折耳根。你没到。你连折耳根都不配拥有。
我们的菜已经出现了，不会有别的干煸牛肉。一个那头，一个那头，干啥？这真成看大门了。咱俩是保安呢。弟弟，拱我，拱我呀，弟弟。你可以屁股挪一挪，屁股挪一挪，屁股挪一挪，挪一挪，挪进来，挪进来，挪进来，青椒，青椒。好，停，橙子，橙子。你们是水果捞啊？西瓜炒橙子。牛肉呢？牛肉是配菜。咱要啥，凯哥？你这样，这样，等会儿啊，别着急啊，我们要走一个弧线球。从于洋和零一中间穿到调料自由，就这样啊，这样一个弧线，看见没？加个赛，加个赛，好不好？咱从这边出发，稍微加点内旋。对对对，稍微给点劲儿。对，稍微给点内旋。对，这样他就过来了。你别旋太多，但是还是要保持那个往前的力量。就一个那一个大弧度啊！你看弟弟听得一脸懵。悬吧！我们要走一个弧线球。给我抢橙子！你好，没有？你好，还内悬？没有吗？没有。哎。咱们什么葱姜蒜啥都没有啊，你能去吗？你能？我的想法是呢，我把你撞到，你别想这么多了，回头咱土豆也没有，然后我停在土豆这儿，你去自由调料。不，你别碰我，我最起码保个土豆。我觉得搞点有难度的好不好？大家现在都没什么，其实哎，这腿啊坐不住了，快麻了是吧？已经麻了这腿，你往那个白鹿那边推。你这撞我啊？你试一下是不是直的？你快点吧，这腿都不行了，已经硌的。等会儿这样是正，你先试试直不直。他还研究呢。然后你往白鹿方向推，使点劲儿啊。指耳根啥玩意儿啊？我是感谢你的，但是牛肉和折耳根这玩意儿你不给我，这你为啥不他撞你说跟往前一点的土豆啊？不是我怕取消成绩吗？你原来有成绩吗？我没有。忘了，应该再给我们一轮蒸蒸中间那个调料。行，同意，给一轮。每组推一个蒸那个调料可以，好吧？来，准备开始。折耳根。折耳根。Double。折耳根。注定折耳根。你们是双倍折耳根。双倍折耳根。刚才觉得一份儿咱们味道不太够，咱们再加双倍折耳根。命中注定折耳根，不信命不行啊。走你开。哎，这靠谱。火龙果。还是水果捞。真水果捞啊。西瓜橙子火龙果牛肉啊。咱主菜是水果拼盘，对，主菜的水果，调料自由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出去了，出去了，出去了，没有了，哎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盐盐盐，哎哎，西瓜，哎，西瓜。要西瓜有啥用啊？这里头就折耳根味道还对点儿。第二轮的主材是豆腐，还是搭配这些菜？
如果再推到折耳根，我跟你讲啊，咱队就就地爆炸！我告诉你，我已经爆炸了，哥。要啥呀，师傅呢？酱油，酱油最好是要调料，咱现在没有调料。来，第二轮，准备，开始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哎，酱油，酱油，我接。我接，土豆，这样，你撞我一下，我拉着你，我们一起去自由。别让他够着你，够着你了之后他破坏了，你知道吗？漂亮。酱油，漂亮！酱油！哦，折耳根，折耳根，刺猬，我看见了，折耳根，不要折耳根，完全的，不要折耳根，不要折耳根，我们都吃出毒来了，都放过折耳根，不是放过我们吧？求求了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个，折耳根，折耳根，你没有自由的机会，没有再来的机会了。裁判确认一下，刚才凯凯停下的位置是哪里？我是自由，我们调料自由了。帅哥，咱也认了，我先跟你们确认一下，你们折耳根还够不够？够。来了啊！使劲儿！你别又推到水果上。土豆。哎，土豆有盐。有盐，有味。漂亮。可以。